知道一条什么鱼的，钻到坑里了。哎呦呦呦，逮不住它尾巴！哇，是一条那个海蟒，黄头的。这种海蟒特别凶残的，抓中鱼要抓它嘴巴。哎呦呦，哇！再抓，哇！它全身都滑，就是嘴巴容易抓。哎呦，直接把它甩上来，呼！看着，呦呦呦，这么的凶吗？哎呦，抓这种要抓七寸哦，收到桶里去。这边有个螃蟹，在吃珊瑚礁呢。看到我过来，它就松了。红花蟹，哎呦哇，这个头大，有一斤也才七八两了。又来，呼呼，看，肥吧，呼，过瘾。这里有一个长毛怪，好多脚的。这种海胆它不能吃，因为它有毒性，你用手触摸到它，它会麻痹你的神经。好奇怪呀，这结构。这里有一条荷包鱼，躲在坑里。哎呦，哇，挺漂亮的，熟了。哇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哦，这条大，呼呼，看一下这条鱼，哎呦呦呦呦，哇，发财了，这可是东星斑，300多块一斤啊，这个估计有个一斤了吧。那个洞里面发现一个面包蟹，挺大的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要快要狠要准。喂，有了，哎呦呦，哎，跑了，就夹到了一只脚，可恶，走了。现在海参都喜欢跑到这个漂亮的珊瑚礁来了吗？呼呼，看好肥呀、啊！嘿嘿，在上面，阿斌给你来个特写，咔嚓，有个一斤左右了。抓到这种海参特别逗，特别喜欢逗一下它们。小的海胆这边也挺多的。一个青皮螺，还有个猪仔螺这里，哦，好肥呀、啊！大退潮之后，特别多海螺。这个好像有点小的猪仔螺，这个不要。哦吼，有条漂亮鱼在这里，领盒饭了已经。哇，长得挺好看的，英明早逝啊，这家伙。这个寄居蟹在挑逗我吗？我发现珊瑚礁上面的海葵长得挺好看的，像个花朵。哎，这能抓出来吗？之前有网友说可以抓的，但是从来没抓过。这边啥情况啊？三个金扇贝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东西特别喜欢钻在那个土里。哎呀，晚上还是挺多货的，而且晚上赶海是很凉快哦。继续探索，八爪鱼，一对哦。跑快的应该是公的，因为公的特别有活力。这家伙跑这么快，你俩不是出来约会的吗？连你老婆你都不要了，你真是渣男。
哇，看看看看，呼呼，一斤双钓，不错。哇，这些触角，收了。好多稀奇古怪的螃蟹，都是住在这些珊瑚礁上面的。哦，有货咯。哇，这是一条什么？轻轻的抓到尾巴，哎，哇，这是海龙。抓住他头部，捏紧啊！呼，看着，好长啊，有个一米了吧？吼吼吼！哎呦，那里有个螃蟹，在这边飞檐走壁呢，张着它那两个爪子。咦呀，这个是你的窝吗？嘿，你老婆是不是在里面呢？这个先给它收桶里，看还有没有，有一个海螺，收了。再寻找这边看一下，这种海葵它也会捕食的哦，一旦有鱼游到里面去的话，它就开始收缩，看，就会把那个鱼给这样子慢慢的合并，然后吞到里面去。这种海葵特别恐怖的，专吃鱼和螃蟹的。呀，这边有海螺，一个青皮螺，这里还有一个。退潮后，这些青皮螺就开始出来游行了。哦吼，还有这个好货搁浅哦，一条美人鱼，紫色的，这种鱼很多品种。我之前有抓过最好看的是蓝色的，这个是紫色，看到没？估计有个三两了，收了。有两个红色的小姐姐海胆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这家伙是蜘蛛蟹来的，呼呼，长得特别萌。全身毛茸茸的，那头部在哪里啊？它好像孙猴子啊，那个毛都盖住它全身了，也不知道这种东西有没有毒性，特别奇怪。走了，螃蟹跑得太快了。哇，这家伙，一条石头鱼。学名是虎头鱼，这种鱼毒性特别强的，是不是看起来很像个石头啊？傻乎乎的这种鱼，扎到你的话特别痛哦。毒鱼之王的，哇，那个尾巴翘起来了。看到个海螺了，躲在那个坑里。哦吼，两个，还有一个在里面呢，看到没？先抓到一个，哎呀，哇，这个肥哦，呼，看这肉质，大家伙，有一个在里面，哎呀呀，哎呦，呼，这两个应该是夫妻的，好货，这个明天拿来煲冬瓜汤，特别不错。哎，这边还有，这些太小了，海瓜子，小的不要，专挑大的。一条小的漂亮鱼，这猪仔螺已经被寄居蟹给占据了，看到没？这是寄居蟹哦，哎呀，嘿嘿。哦吼，有货咯，有个吃豚在这里，这家伙在玩耍呢，玩海浪，嘿嘿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种鱼也是比较营养的，它生气起来特别有意思，会膨胀哦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
看，咕噜咕噜的，看来了，嘿嘿，特别好玩。来了来了了，哈哈，像个球啊，是吧，朋友们？这鱼特别有意思的。感谢你展示你的技能给网友们观赏，不错，熟了。这种地方那么漂亮，都没大海螺。哇，呼呼，一个大家伙！呀，差点让他跑到坑里面去，就麻烦了。哇，这么大的一个，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哎呦，干不过他。又怕把它夹子弄断，收到桶里吧。这边青蟹这么大一只，应该还会有同伴。这么大一条海参，哇！这边还有个海胆，这应该有一斤多了，啊。肥吧，喷热水，特别有意思。海参炖鸡汤，想想就流口水了。哦吼，这有个红色的面包蟹，中个头的。算了，不要它了，就捡这个猪仔螺吧。资源特别多，这片海域。这是一条猫砂哦，吓我一跳。给网友们展示一下，这种鱼特别萌，哎哎哎，嘿嘿，跟我的粉丝打一下招呼。Hello， 哥哥姐姐你们好，我是出来浪的，走了，咱们寻找大货吧。一个椰子螺，这种海螺比较害羞，抓到它动一下就收缩了。大的有个两三斤到三五斤的都有。这里有一个好丑的螃蟹，这么走还好意思出来逛街，啊，嘿嘿，丢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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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个头小小还挺凶的哦，算了，哎呀，有条石斑鱼，这家伙吃了什么？哎呦，等他站稳先。嗯呀，下手要快，不要给他反驳。呼，一条龙胆斑，大吧，有半斤了，熟了。这两个应该是出来约会的吧？里面还有没有？不错。啥玩意啊，我还以为是蜘蛛蟹，原来是海盗蟹啊，海盗头子啊。这种螃蟹特别会装傻的，琴声硬邦邦的，连海鳗都吃不了它们，挺贵的这种螃蟹。哦吼，有货咯。下手要快要狠啊！哇，他是来吃海螺的吗？哎，咬着这个海螺，管了，烧了。我发现今天的螃蟹
特别聪明。好多漂亮鱼被搁浅在水坑里面。哇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吼吼，老虎鱼他家祖先虎头鱼。把桶放下，慢慢的盘它。哎呀呀呀，它是不是从坑里面钻出来的？这种鱼比较迟钝的，傻乎乎的，但是它特别昂贵，看，好看吧？哇，哟，可遇不可求的，大家伙，熟了，再找一下它有没有亲戚姐妹在这边。哦吼，躲得还挺眼目，这两个家伙，花海螺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种海螺特别好看，啊，给他们来个特写，咔嚓，洗一下，收了。这些是集合跳广场舞的吗？这么多。这里有货咯，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有点吓人哦，好像是海龙哦，哟哟哟哟，那个尾巴，喂、哎，哇，呼，把它打成脑震荡啊！一条大黑龙，海鳗中的一种，看，哇！好肥啊，应该把它打蒙圈了，看这家伙，呜、给它来个特写，咔嚓，熟了，今晚上运气不错哦。我去，远远看到它还以为是一条蛇，是一条海扇。这家伙被搁紧了，在捣洞钻。之前有网友说这种鱼会攻击人的，但是我从小到大抓它，从来都没有被它咬过，我压根都不怕它的，抓它就像闹着玩一样，还不老实。收了，也是海里的一种植物，它有生命力的。它会收缩，哼、啊，哎，特别奇怪。走了，不认识的东西展示一下就好。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海花吗？还是海葵啊？海洋里面的东西，真是千奇百怪啊！哦吼，有条鱼在这里。跑得挺快，跟着他，他游累了会站下来的。哎呀，呀呀呀呀，跑过来了，咦，有了，哈哈，抓住他那个嘴巴，哎呀，不错，这个鱼，看。红鱼呀、啊，好东西呀、啊！这个在我们这边40块了一斤，煮汤特别鲜甜哦。发现一个亮货了，今天教一下网友们怎么辨认养殖场里面跑出来的鲍鱼和纯野生鲍鱼。这种身上有这种蓝色的花纹的，大部分是从那个养殖场里面跑出来的。纯天然的野生鲍鱼，它没有任何颜色，清一色的那一种。不过这种也属于半野生了吧，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。这么小的一条海参就出来讨生活了，肉仔的，嘿嘿啊，小小的会喷水，给它放了。哎呀，这里有货哦，一条金骨鳗啊，
呀呀呀呀，还想钻到这个坑里面去？呀，这鱼快要缺氧的一样，奄奄一息了。哇，这条鱼不错，啊，那嘴巴像打了口红一样，樱桃小嘴，收了。一条荷包，这家伙是想找东西吃的吧？哎哎哎哎，搁浅了，你还要游过去吗？你好牛啊！看，那家伙特别有意思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我天已经亮了，今天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